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啊？我不是出来交朋友的吗？我们到杭州了，是吧？杭州这个季节吃什么东西啊？小龙虾了。杭州有小龙虾吗？吃的普遍吗？是个普遍的。哎，对哦，我想到杭州来吃。你到那个小市里的美食街都有的。OK。什么？那我们就从第一名开始，就这家啊，就在这个区域排名第一，6:53已经排满，你排队了。你取号了？啊，没有，我过来看呀。过来看，你不是排队的吗？我在排队。我们南京人到杭州来吃龙虾，搞不好就是杂店。我跟你说，我里面要排队的。里面排队，里面满了。外面不用排队。啊。那外面。稍微等一下。看看看看远处，看远处。我就坐外面吧。啊，好。我坐那边。啊，好，这边。888一份。哎，您好，打扰一下，你们点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点的是这个四川香的，口味真重。还好啦。杭州姑娘讲话是真好听，嗲嗲的。没有。哎呦，我操，骨头都酥。菜没上，我们参观参观。第一名凭什么？你感觉没坐满吗？真坐满了吗？我操！真是满的，不是吹牛逼的。给我拿个这个，我生意这么好啊，你们家？这是老板啊？啊，喝点。啊，喝点。啤酒。那么坐这冷不喝点吗？这是白羊座的，那个是天秤座的。啊，对啊，啊对啊，肯定不对，瞎猜的。说反了。你是天秤。他是白羊、啊哎、杭州姑娘才跟你聊天呢，轻声细语，我人的整个人都安静下来，也不浮躁了，也不油腻了，就像龙井茶一样。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啊？我不是出来交朋友的吗？是吧？这个好像太多了吧？你这么大吗？888，这是上面是麻辣的，是去了头的啊，上面是蒜泥的，蒜泥的没有那么多汤汁，半汤。然后上面是冰醉的，然后一个小果盘，拍拍照片分享分享，感谢戒不掉的缘分啊，让我们遇见啊，麻跟辣还有甜还有点酱的味道，它的麻辣相当于我们那儿的香辣，好评是都去头，这点难能可贵。就我们吃的好吃的可能确实不是很多，嗯，但是贵啊。那因为杭州它毕竟经济这样子嘛。但是这家店的话，我基本上每年都会来一个几次。白羊座怎么会整女呢？不爱出门。你们他不爱出门，你们外地小伙子到杭州来看他，看娟娟，啊？我还帅的。帅。乖的。乖的。对。对我好的。杭州只要把钱带够，真好。这是我给你们点的。谢谢。这个虾做冰锥就少。至少一两以上的虾才能做冰锥。哎呦，谢谢你们啊，被我们视频增色不少。如我所料，就是麻辣呢，就是杭州这边可能吃辣不行，那吃起来就像我们的香辣，很好吃。蒜泥是，我觉得是超出我想象的。你所有的虾子都是剪头的，那冰锥呢，我们就不太去评价了，可以到我们那儿学习学习啊。这家店能够排在第一，这个区域的第一，我也观察过了，这么多人，充分的掌握了年轻人的一个心态。我们下面就去打卡打卡各个地方的龙虾，看看他们到底水准怎么样。我们下一站可能到北京美食大沙漠去看看那边的龙虾怎么样。